真的没有人来迎接我们吗？这铺个红毯。哇，人类老板，肥猪睡觉了。有人吗？这次该上桥。好像正到了自己家一样。我们不是来做客的吗？我也要反客为主嘛。人类老板，正好你们来，我们今天种地。我没种过地。那你种过地吗？对啊，你应该是我们这里面最有经验的人。这边马天宇松了土，绝对是没有问题。这不用挖，马天宇说吧。对，把马天宇交给你看。哎呀，这个谁弄的？这个根还在外面。是马天宇。我先出来，我要洒进去，然后把它给和一和，应该还有更好看的姿势吧。充满热情吗，钱总？拥抱大自然，真的有出小蛮腰。呜呜。 这里是十七光年冠名播出的《我们的美好生活》，十七光年丽苏组合自由调饮更出味。《我们的美好生活》每周四22点芒果 TV 上线，每周五22点湖南卫视播出，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晚2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营业、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 我们要去哪儿啊？是的，我们又出来了。新来的合伙人觉得我们缺乏运动，动一动来。可是本地鹅听港普导航的感觉，家人们谁懂啊？往这边走，这边，这边路大，往那边对了去。哇，新鲜的羽毛，啊！ 哇，我从来没见过，哎呀，好可爱呀、啊！你们，Hello， 安娜姐在干嘛？你看，它掉毛了。对呀、啊，把你们做成羽绒服。哎，这个可以做羽绒服？鹅绒啊？真的吗？那如果是的话，要多少只啊？全家。哎哎哎。哎哎 人家不是这样叫的，你叫它很恐怖。它怎么叫的嘛？大鹅怎么叫的？给你科普一下啊。他以为你要打它，行哦，你看。 哦，我来拍一下它，我下去。它丢很多毛，我想抓起来。很漂亮哎，这个。对呀、啊，很漂亮啊。插到头上，别浪费了，反正都是他们丢下来的。多好看！你把鹅毛挂在那个，我都是，好像疯了一样。我知道你肯定会这样说的。<笑>别动。<笑> 我就造型是挺好的，你小心，蔡少芬最喜欢把别人弄得没有她好看，还多就像疯子，像谢拉了。<笑>他有一次做节目，他给我弄得好丑。难道你觉得你们跟我很好看吗？明明是，因为你说你给我弄画，你说你要给我带花，<笑>你看好颠，很像花菇。好了，拌一拌，四姐。谢谢姚老板，大家来吃吧。 好的，看见美景。Good morning，是不是面？我再拿个碗。好吃吗？这个面？好辣呀！味
道很好，但是好辣。哎呀，那有点辣哈。啊，我这个广东人要疯了。你在干嘛？不辣，不辣，辣死我了。很辣吗？每次给娜姐带来的面都好辣的哈。嗯。啊，辣死我了！我要去喝点饮料。哦。我给楚曦煮个清汤面吧。哦，太辣，他们不能吃。我够了，我够了，我可以。娜姐要帮你煮清汤面呢。怎么这么幸福？杨迪，给我一个那个油。那你可以帮我烧个开水吗？好。有没有大一点的碗？杨迪，帮我找一个大一点的碗。在那边。这两个厨房的距离有点近哦。确实有点可爱。嗯，像两个营地一样。帮我从那个冰箱拿四个鸡蛋过来。你有没有觉得我一直在这儿走？有啊。因为他们话不说完。就拿一点小白菜。就是一次性说不完哈。这两个还有什么？莴笋。白菜或莴笋哈。够了。我少少就行了。来自娜姐的爱。你一定要尝一尝这个西瓜面，它不需要盐，它真的不需要盐。嗯，是不是清香？是不是把你刚才吃的那个辣一下就盖住了？感觉很养胃，这个面。是，那我怀孕的时候都吃这个面。哦，真的啊？嗯，很养生，养胎面。坐月子面，坐月子面。我决定这作为我们这儿保留节目。我早上客人来了，一碗这个清汤挂面，加上一点牛奶呀、啊，因为它刚辣着了。我回头还可以给你们做酸辣挂面。哦，哇，酸辣好吃！哎呦呀，哎呦呀，怎么了？我怎么靠了那么久还没靠到？哎呦呀！我们这个椅子我觉得得要一个那个靠垫，是不是？你看就会像我刚才会窝着。嗯，杨迪，你的试住体验，首先是不是不要下楼上厕所？我昨天晚上1:40起来上了厕所，他楼梯下来以后还有一节台阶看不见，我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房间其实都还行，这水好像有点问题。对，不，我在想是不是昨天我们太多人同一个时间，嗯，而且我们的洗手间应该铺一个地布，对，地布地巾嘛，地巾。你点那个香氛了没？房间你觉得亮吗？你觉得湿吗？你睡的时候？我们自从给杨迪发起这个话题以后，我们就四个人在这，我们觉得我们要铺个地布。杨迪，我本身就不怎么挑。楚曦昨天晚上睡得好吗？一般。为什么？睡不着是不是？刚来的，本来是想等他的，但是实在等不了，因为我这洗完了，我什么都洗完，我看见他还在滑手机。哦，在跟谁聊？这是你觉得的人。你觉得是谁就是谁吧。脸都红了。又红了，我又开始了，姐姐们又开始围剿了。你脸爆红。怎么这么容易红啊？昨天晚上进我们那个客厅，我就看到他脸红了。我们不知道说到他的谁，他又红了。你谁不能聊？你先跟我说说，我不聊。而且刚才都没提到名字，因为他自己想到了谁。好吧，再继续说，就是我洗完脸了、我们就那个。那他发信息的表情，脸上是很笑容的，还是没什么表情？没什么表情就是工作。没什么表情，他没有什么表情。嗯，吵架吗？哎，你想请谁来节目？我啊，都请来吧。你说的都是谁啊？能想到的都请来。群发一下。你想请谁来？我还要请人啊，我都走。你想你走了以后谁来？好六团的人都可以来，王鹤棣什么的。他们录完就一车拉过来。不是说那个叫时代少年团来吗？那就够了，人全在了，但是房间不够啊。大通铺啊，那就睡这里呗。睡这里通铺。我觉得这样，
不是我们那儿还有一片那个，我们有请他们带了一些那个种子过来，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带。这里好热呀！早上好，师傅，来一把，谢谢你啊！走走走。哎呦！我就猜到是你。早啊，哦呦！嘿嘿嘿。耶，我好久没跟你玩了。对，我昨天那个娜姐他们叫我买九层塔，他们说心如姐做三杯鸡特别厉害。心如姐能做饭，那简直是对，见鬼了。所以娜姐说务必一定要找到证实她不会做饭这件事情。你一定就找不到，你就给她留个面子嘛，让她活下去。我不认为心如姐是会做饭的人，我觉得她吃饭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说她做饭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相信她。我们现在去菜市场买一些种子，买化肥，然后买肥料。肥料，哇，我再也没买过这种东西。你没买过啊？怎么会买肥料？你买过吗？我当然买过，我以前小时候种地啊，在老家那个。在哪里？老家在哪？山东德州呀。哦呦，我好像也是山东。我发现我喜欢的一些地方，新疆啊、伊犁啊、喀什什么的，我特别喜欢。那个基因测试，你知道吗？发现我20%的基因都是来自于那边。然后我就回家问，我就哎，果然就是我家人，他们上一代都是从那边过来的。哇，我一点都不夸张，真的好神奇这件事情。那你小时候种田，你是跟阿公爷爷一起玩？对啊，一起。那我就在田里面跑来跑去，光着屁股。我已经十几岁光屁股了。农耕对于我来说是我一个从小陪伴我长大的一个，这是工不算是，这是什么生活了。肥料是臭吗？不臭，那都是有机的肥料。对，以前是那种臭的大粪坑。哇，当一个没干过农活的小白去买肥料的时候，他就会问出这些问题。你好你好，有种子吗？来个100包啊。你教我怎么种，这要怎么种，一次撒一包会有100个吗？要怎么种呢？那我们要买那个喷水器吗？买这个干嘛呀？我不懂啊。这是有机的吗？有机。撒完了把它翻一下，然后再种是吗？好。没种植果树、蔬菜那些的，那就要这个吧。这多少钱呀？这个5块钱一根。我就拿点这个，拿点这个就够了。行，没事，你算账。这2包送给你吧。真的假的？哎、真的。那我的嘞？你要什么？我给你说。送你个蚕豆吃吧。谢谢你啊。不客气、啊。谢谢老板。我们需要先去找一家人吧，问一下怎么种。哦，这里人家有农户在干活。大哥，哎，你好。哎，桃子哥，桃子哥。哦，你们认识他？他就是我们后面种桃子的。你们现在在翻土是吗？对，种菜了现在。这个是什么菜来的？这是包菜。所以这个是这个叶子就能吃的。那是不是很容易种呢？生菜？对，它的周期是多久呢？这些已经死了还是刚刚种啊？这种红红的是什么呀？你可以教一下我们，因为我待会儿我们的朋友会买来那个种子。这个土翻起来是吧？把肥料拌起来。就像翻起来，然后这样匀着撒肥料。对对对对对，肥料撒上面之后，再那个翻一下，就把它混好，然后再放种子进去。你们这种是移植过来，移植过来的，对对对啊。那我们也那边，我们也可以移植过去。是可以的，很多那个冬菜都是这样的。现在这边的土还没翻是吗？没翻，再翻了一半。啊，我再翻一半。是这样翻吗？是这样翻吗？是这样吗？啊，那啥又用点力了。这么深可以吗？可以可以。啊，你这是刨吧？你这是刨。这样行不行啊？可以，但是还那个深度没够。哦。嗯。哇，蚯蚓。蚯蚓吃菜根吗？蚯蚓不吃。蚯蚓是松土。是松土肥料。啊，哇，这个蚯蚓跟你手上的筋长得一样哎，你看一下你刚才。
给娘娘，她喜欢。哎，大姐啊，嗨，我钓鱼，我会痛。帮你把这片弄完。我跟你讲，松两下还有点累哦。哇，是不是？确实，蛮硬的。我带我女儿去挖地瓜。前段时间、从土里面挖。哎，大哥，你们这边有地瓜吗？有啊。我带你们去挖地瓜。啊，好啊。来，先刨一下，这个土很松的，看到了没有？这个是小的。看到了。哎，看到了。啊，好可爱啊！啊，好可爱啊！哇，它这么多个长在一块。我看到了。你戳低一点。我正在戳。我戳不动啊。我觉得这真的很适合，就是可以带小孩来做这些亲子体验的活动，很解压哎，做这个不是让他们知道我们吃的食物是多么辛苦得来 的，不能挑食。好大一袋哦！哇，这种感觉真好。嗯。哎，那个双胞胎 ，Hello。记得我吗，小宝贝？咦咦，哎呦，跳舞了！来跟我 PK 跳舞来！哇，好心情一直找，跟着我向前跑。哥哥好淡定啊！哥，啊，他好可爱，他那么可爱呀 ！I'm a queen， 卡，猎神也在笑。你靠近他就害怕了。哦，你看这个是我们在做那个红薯捆。那红薯不是红的吗？为什么这个他们磨出来的粉是白的呢？生的红薯把它洗干净碾碎之后就过滤的那个就是那种汁啊，把它沉淀之后就是成了一块一块的，然后把它晾干。哦，然后它就变成了粉。对。地瓜可以这样弄的。你看这个现在的成品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就是我们吃火锅的那个红薯粉？哎，对，那个我最喜欢吃的，很 Q 弹啊。做一个来，我们做一个。先刷一点点油，然后我三勺红薯粉，放到这里面拌匀一下，然后锅盖一下吧，蒸个一分钟左右吧。嗯，好了，然后凉水里面拌一下，就挂到那上面去。我们给那个马天宇和那个王大陆做点，来吧，那我来做一个，先刷点油。你做的很圆哎哈！你看杨迪的样子走出来了，你看，迪迪跟你一模一样，有嘴巴有眼睛的，你看。你这一块好失败哦。对呀、啊，非常失败。我觉得直接拿过去晒了。哦，怎么这么靠过去？好，这么好取呢这一片？哎呀哎呀，滑走了。好烫，快没事。没事。干嘛？什么？杨迪的手拿了吗？哎呀，烂了。没有，没烂。哎呀，张嘴了呢。再滑。太滑了吧也。马天宇的，这给马天宇和王大陆了。行了。除了做这些啊，我们现场的还可以吃，直接吃是吗？可以吃啊，加点香油，加点辣椒粉，完事儿。我觉得它应该好好吃，对，肯定有那个原味，能吃到那个红薯香，对，尝一尝，感觉很好吃。那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好吃吗？特别 Q， Q 弹，哇，好吃啊，特别好吃。这个也是他们的特色，给小朋友一起这样做。对，我们也说会开发一些让亲子可以一起做的东西。哎，我们怎么没人管马天宇和那个王大陆了呢？是不是已经在种地了？不会吧？不应该是在门口早早就做好准备迎接我们了吗？铺个红毯啥的。那我真的没有人来迎接我们吗？没有要理我们的意思。那么走了。哎嘿嘿。我们来了，他们在干嘛？不知道，心如止水。咋了？要水泥封心了吗？
厨房，哎呀，还挺舒服的。先吃根香蕉。怎么感觉好像这到了自己家一样？这谁的房间？我的天哪，谁要住这儿啊？在阅读的地方啊，就这么两本书，还是谢娜姐自己的写真集吗？我们是不是没有看到什么提示啊？你以为在做任务啊？还提示？他们是不是藏在什么洗手间里面了呀？我们一定是错过了什么吧？没有留言板吗？他不会想让我们把活给他们干了吧？那不可能的，我跟你说。不会是咱俩经营这一块吧？然后他们去别的名下、啊，这生意是不是让他们做垮了呀？饿了，姐姐，做好的面嘞？那我们来切水果给他们吃呗。我们不是来做客的吗？我们是弄自己吃，我要反客为主嘛，不给他们吃，做牛做马了，都得你干，反客为主嘛。我们就这样躺到明天吧，好爽啊！他们别回来吧，我觉得回来会很累。心如姐，我好久没开嗓子了，我的天哪！杨迪，娜姐。他们不要我们把荡秋千装好才会出现吧？这也太难做了吧？因为梯子吧，不然怎么上去？你告诉我哪儿啊？怎么掉？哪一个树可以定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不是不是，你看你拉绳，那你怎么做？你告诉我，荡秋千要坐的，你就这样坐上去就好了。那我不是要滑下去了吗？他没办法帮你。Hello， Hello， 嘿嘿嘿，天宇，大陆，太帅了吧！大陆和天宇走过来，哇，好帅气哦！欢迎来做客。Hello， 哎呦，好久不见了。Hello， 2018年见的朋友是。2018年。我们已经摸透了，摸透了吗？然后我们说，哎，把我们请来干啥呢？在这儿，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呢？我们刚才帮你们挖红薯，待会该你们下田了。喜欢吗？这里？喜欢。天宇应该很喜欢。很喜欢。好漂亮，好漂亮，好漂亮。哇，这是你们买的吗？哇，好像来探亲哦。来者是客，我们带了一些小礼物、水果。谢谢。那我们要不要送个红包给他们啊？啊、又给红包，有红包，红包啊！快，给你们装钱。来，还有钱啊！谢谢。有红包，来，还有钱啊！不是，是给你们装钱给他们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希望你们来到我们这里了，这大吉大利、哦。然后红包里面也没有钱呀、啊。里面我们是寓意，里面要把东西放进去。爱是要回来回去的，所以呢，我们送你大吉大利。你们送我们什么，就放在里面再给我们，留一个你们觉得在这里最值得纪念的东西。哦哦，好，不一定要钱，不一定要钱，心意就是心意。对对，心意。希望你们大吉大利啊！谢谢。天哪，你们来了以后，杨迪就不是我们这里最帅的男生了。你们来了，太好了，分担点活。正好你们来，我们今天种地。哎，哦，那个地方其实挺设放秋千。对啊，但是挂不上去啊。你搞得定吗？你懂这个东西？我搂一眼。这是你们捆的哈。对对对，所以可以拆。我们只是瞎绑。我想想，这个秋千，这个其实是我想让它荡起来的话，它怎么买的是这种秋千啊？哈。我们没买好，对不起，迪哥，我错了。我以为是一个板的那种哈。对啊，其实应该把这个捆在后面，它前面腿捆到前面。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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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捆。你绑下面这个，我就丢上面这个。只能靠你了，我身高根本不够。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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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上面是活扣。我不会打这个结，你会打吗？我来。哎呦。有点东西哦，哇，我们的搭配真的很猛，是不是还行啊？可以，完全可以。先试做一下，待会儿让那个 A 大姐来做，她还要求的她来做一下先。我来做一下，我不怕摔。
抓着我，抓着我，别，用这样子，哇 ，OK 的，好爽啊！有荡秋千的感觉吗？有，我们这已经太厉害了，我觉得。你试一下吗？你多重？我跟你，我报77，77比我重10斤。哇，我还比你重那么多。肯定啊，你个子高，你比我重10斤。啪！哇，那天得扶我一下，我还蛮怕摔。可以的，因为他这个麻绳很稳，虽然你很紧张哈，你都可以做，这就都能做了。对啊，对啊，我也是这么想。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别怕，我觉得可以，我觉得没问题。你怎么那么害怕？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完美，完美，完美。行，让 A 大姐来。A 大姐，大陆有礼物送你。咋的？你过来嘛。你还在找我？你看那里。好东西哦。拿。荡秋千，而且是大陆和杨迪把它弄上的，感受一下，好棒哦！哇，好开心哦！吸一下，吸一下。哇，好舒服哎！很舒服啊，很平稳。喂，这里真的好舒服又好看哈、哦。我们来的时候也吓一跳，好漂亮、哦、真的好漂亮、哦。这里真的可以弄些灯，晚上很美，弄些灯穿在这里。这里可以再布置布置哈，其实这个区域挺好的。对啊，这里很美啊，我们可以把它给搞一搞。来，给你们拍张照。把人家脚卡进去，低一点，腿拍长一点。这个地方太好了，这个真的好舒服，真的好舒服，真的那个打开点太好了，完美。是可以烤红薯的吗？可以啊，这个大锅蒸也好吃的。就是隔壁是那个大灶嘛。哎呦，大灶为什么不用大灶啊？不会用啊。卡嘛卡嘛，这个我行。你能生火吗？可以呀、啊。哎呀，天哪！上次是苏有朋坐在这里生火。试一试，试一试，这个要生起火来挺棒的。烧一下，怎么样，天宇？哎，可以了。哦，可以了，已经烧了。嗯。哇，好厉害哦！我们请你们来呢，主要是希望你们可以帮我们睡一睡，类似我们的试睡员啊。每次都是根据你们的一些建议，我们会把它做一些改建调整。哎，你们俩可以睡一间了。我都行。我们只睡一间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楼梯那间楼下有一个沙发，有，是不是沙发床啊？你下面那是沙发床吗？不是吧？去看一眼，去看一眼。你看这个，你躺一下。我可以呀、啊，但是男生高啊。杨迪还，也可以呀、啊。让他下来就，下。你好像都有点困难。杨迪比你高，比你矮呀、啊？他比我高一公分吧，可能。刚好这么长，不能往前也不能往后，头顶卡在里面，卡住。哎，这里弄，睡这儿吧，枕头，高枕无忧，以地为席，以天为被，哇，多么的原生态，风景还好。这杨迪可以睡，哎，把这个放到这里。给他弄了一个垫子了，哇哦，哎，特别好，天然枕头哎。另外的人上楼要先经过他，他的头枕的这个石头枕头，人家还要踩着地上。传出去应该没有朋友会再过来了，说那边有一个黑店，他的床又好。哎，杨迪，我们给你把床弄好了。哇，这谁睡啊？晚上好冷哦。哎，这个很舒服的一个榻呀。哎，如果我晚上睡觉的时候稍微枕头滑走，我头磕破，真的。
然后这是楼梯口，王大陆下来上洗手间把我踩扁。我就睡，等着网友抨击你们了。我就睡。那楼上谁睡？楼下没人睡，让我睡这儿，我硬睡。我都随便，我们通过什么来决定赢的？那他俩一起睡。你俩今天都这么熟了，你俩以前遇到过没？总拍戏啊。对呀、啊，那很熟的，我都跟他们俩不熟。这样吧，我就问一下，你们男生习惯三个人住，还是说还是两个人住比较好？其实就现在就是多了一个男生哈，所以有一个走是不是？你们俩猜拳。刚到，东西放好了可以走了。你秋千也弄好了，大陆。我觉得这样吧，让客人还是两个人一间，他们两个人一个房间和一个人一个房间。那我还是住我原来那屋子，因为我就不抬行李了。对对对。然后你们两个搬到这边来，然后 Ada 到我们那，就除夕一个人睡。对，听娜姐安排，听娜姐安排。大陆状态不错。为啥？因为一个人。没有。我都不看网络，我都不看网络的。他一直跳出来，没办法呀。你一个人住得惯吗？种田，种田，种田，而且很有劲。嗨你弄啊？当然啊。那我们自己来吧。没事，我们自己来。没事，一起呗。来。我们是这里的合伙人，也是工人，所以应该的。进，这给你。哦，谢谢。哇，太好了。对啊，点你放那边嘛。好，放床头吧。放点一点可以熏熏味道。好，太好了，谢谢。不会，你休息一会儿。好，谢谢。有只很大的蚂蚱，这里有只蚂蚱。哎，你会玩它吗？嗯，小时候喜欢抓它玩，它很漂亮，很绿哈、哦。哦，对，好美。我觉得这些昆虫我不怕，但是你要我摸它，我也不太喜欢。但为了孩子，我会去摸它的。我很腰身好啊，腰身好，头好。It's enough for this restless warrior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Believe the very best. 哎，你怎么不睡啊？我也睡不着，下午的时候就……我没有什么睡午觉的习惯。Yeah. 嗯，对啊，然后这里面很多的民宿就是拿自己的家里面自己做的，对。但我觉得他这个好耶，我挺喜欢这个风格的。你没看到我们原本的样子吗？就是农村的那种瓦屋。那他这个怎么修的？没有，我们就找了一个那个设计师，那他就帮你们修缮，就很快就对两三个月就弄成这样了。原本哪什么两三个月，十天。真的假的？嗯，我们原本从那个土房子装修到，就上一集看到那个只花了十天，然后这中间我们又再回来，就变成这个草皮都新的，原本这边全部都是十字路。真的假的？真的。这么快啊？真的。大家看我们的鹅。哪儿呢鹅？啊，这里面养的鹅啊。是。它好安静啊。因为它没事干。嘿，你也没睡啊？哎。他刚才整理房间呢。嗯，我刚弄完。哎呦我的天哪！哎，你现在是怎么了？你不拍戏了？你就天天自己导那个？正好是他上学，然后我们都在家里的。他现在六岁多了。哇，上小学了我哟。对，小学一年级。我早上送他。如果他爸在的话，他爸会去送我。除非是我那一天也是有运动，在他学校附近，我就一起送。要不然他爸爸去送，我就在家里面。继续睡着。你会起很早？七点。嗯，因为他七点半要出门，这对我来讲真的是，我有时候觉得比开工还早。你拍戏其实你还有个时间，但是现在就没有时间了呀，就这一辈子。多甜蜜啊！
甜蜜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哦，天哪。哎呀呀呀呀，我要看啊。你看，来看来看来看。哦，眼睛好大啊。哦，眼睛好大，而且很黑耶。对啊，那个黑白分明，那个眼珠。对，那个黑眼仁。他的黑眼仁好大啊。哦，真的。我想说，哎，你这样子以后长大能翻得了白眼吗？哎，真漂亮。哦，是不是跟我一样漂亮？女儿好啊。那还要再生一个吗？我太老了。还好吧。还想吗？有想吗？不是，有点隔他六岁，他明年七岁嘞，可以再要了。人家还有二十多岁的。要的话就赶紧了，姐。我不是三十。赶紧吧。我不是三十。靠机会吧。缘分了。我真的觉得就是当了父母之后就才开始就是感受到生活每一天的不同的变化。你不怀念吗？以前呢？怀念怀念怀念、哦、我有时候常常回到我自己就是结婚前自己住的地方、嗯、然后回去我在那边待一个下午，我就啊，天哪，我的少女时代。嘿姐，哎，来坐着聊聊天啊。哎，那你们拍那个叫什么《甄嬛》？《甄嬛传》是什么时候拍的呀？2010年，然后我怀着我女儿，然后拍到2011年，到我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隆起来的时候已经拍完了。哦，大概7个月了。而且还好那个青妆是宽的，而且我是王后嘛，一直坐在那边，每一个跟我狗头就是不停的跪。狗头。狗头是。叩头，每一个狗头来的时候，好多狗头来看你，气死我了！这个狗头可没人在你旁边说，你自己说的。2000几年来到现在，普通话还是狗头。你会把自己的戏都看吗？我不跟人家一起看，我喜欢自己看。嗯。我不行，我家人一看什么就我就赶紧猫起来，我就赶紧走了。一起看啊，真的啊，我很喜欢跟人家一起看，你看我做的多好。我不行哎、欸，我也不行，我也不行。我觉得跟别人一起看好尴尬啊，我是这样，我接受不了。哦，是吗？我有一点自乱狂，所以我很喜欢。自乱狂，自恋狂。没话再说了，你们自己做吧，不想跟你们聊天。不好聊的，普通话降水嘛，现在小心你要狗头了，我告诉你啊，小心我的狗头，小心狗头了啊！哎，去叫各自房里的人，把他们叫醒，干活了。起来了，滴滴滴滴滴。哎呀妈呀，你们睡到几点啊？我年轻不用睡那么多，老人家要睡午觉的。睡美了吧？爽，干了，干活喽！工具间在那边。对对对对，我没种过地、啊。没种过就更要种一下啦。走啊，干活去、啊。就把土松一松就好了。帅。这个就这样。其实就这样松一下就行了。对，你就这样松一下就行了。好，好，好，我来了。大哥，我过去一下。哎，我怎么叫你大哥呢？我们不如过去收好那些农作物吧，那些都已经熟透了。刚才那个栀子，什么栀子老啊？一个字没听懂。他说一片片的去拔，一片片拔吗？对呀、啊。啊？是不是啊？什么一片片拔啊？整株就拔掉了，它那个根也不长。不是这样，这样连根了，它以后不生了。还要长它？这个不行，这太小了，这个还能长。这棵还能长，你塞好塞好啊，这是你害死他了，你害死了一个小幼苗。
这个花能干嘛呀？挺美的。哇，感觉很好哎。哇，我第一次白玉米啊，好开心啊。哇哇，今天晚上就把它给吃了吧，用来煲汤吧。哇哇哇，这个感觉好爽哎。哎呀，太好了，它真的是每一个只有一根哎。哇，这个很大，这个很大。 Yes。 哎呀，太好了，我第一次拔那么多，还哎呀啊，这个也大。像我第一次拔玉米，我就想这样子，哇，好爽，然后一根一根这样，很爽哦，真的很解压的。这个好重啊，好重啊，不行，哎，太重了，哎。这边送完了，这边需要一点肥料。这边还要，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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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够了，先到这儿，我在那边再打一跑。肥料给它搞进去。哈哈大姐太帅。应该还有更好看的姿势吧。不要太慢了。不然弄不动啊。说先把肥料撒进去。然后把它给和一和，搅一搅，哎呀，哎，你别说，这挺累的，是。姐太帅，你真的好帅。你这边和了吗？还没和，还没和。哇，这个土还得弄开一点，这个有点太紧了。对，这边有一点，这还得翻开，有一点不够碎，是吧？怎么的？说王大陆干碎活？不是，我翻这一边，我先翻左边，右边还没翻，姐，没事没事，我们王大陆干碎活，你是碎嘴子。我再给你们撒点碎料。边松土就边施肥了，要把它给砸碎。是不是干活的时候要唱点什么歌才不那么累啊？可以给你们放个快乐的歌，要一起，哎呀，跟着节奏锄地才会快乐一点，是不是？来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烦恼统统都抛掉，好心情自己找。这是谁？王大陆现在不是也会唱了吗？对，王大陆可以唱歌的。是什么想不开去参加了哥哥？他真的好有勇气哦。你去干嘛？认识。啊、我吐死你啊！我投降。马天宇很会唱歌，哎呦，我可算了吧，该死的温柔！天哪，那段时间湖南卫视每一天都在播这首歌，想要这首彩铃就拨打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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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让我好好的干个活吧。听一下杨迪的胯吧，不能放到副歌，一放到副歌我就会起来跳。快快，副歌。一起跨，跨起来，跨起来，家家都张灯结彩，每天都逍遥自在。跨起来，跨起来，心意哎呀，来这个吧，这个吧，哎呀，这个，哎呀，我的天啊，太恐怖了！哎，他是那个顺拐的，他是顺拐的，顺拐，就是要顺拐。我学会了。比你那个还幼儿园。起来，快起来！新一年，你看，你看，你看，同学，同学，他那个动作真的。干活干一半就开始跳，劳作的快乐。
你能不能工作啊？别看他，看他笑跟唱好不好？我给你我挖几个坑呢。你挂完了没有啊？没有。娘娘，您再等一会儿，先保住我这个狗头。怎么做事情呢？娘娘，我错了，保住我的狗头，先留着我的狗头。保不住。你看，我中了一二三四八个了。我想中一排是我中的。这个真的很实的。怎么觉得它这些都黏黏的？很脆弱。你的菜是不是跟我菜不一样？对，不一样。你的很蔫。对呀、啊。你的感觉已经死了半年了。我也觉得，我觉得它。我们都种这个小苗嘛。它很难，就是抬头挺胸。是吗？不用让它抬头挺胸啊。不用挺吗？不用挺。不用挺啊。不用挺，你后期一浇水，它自己就挺过来。你这一浇水，明天太阳。出来，它就向着太阳去了，是吗？别的菜都挺了，它就会昂首挺胸，它有志气，对，瞬间有了志气。好辛苦哦，我觉得以前我、啊、以前我阿婆就一直种这个，而且那个时候觉得种那么多菜就卖出去巨便宜，5毛钱、对八毛钱就卖完了。那时候5毛钱、8毛钱好多了。我爸就是去乡上卖菜的时候遇到妈妈的。真的假的？对呀、啊，我妈妈的那个曲艺演出队正在那儿演出，我爸爸在那儿卖菜，然后他们曲艺队就刚好在我爸爸那里买，然后就在那里遇到吵起来了，怎么吵起来？就遇到我妈妈了，在那儿。缘分那个东西真的很神奇，而且是第一次在他那儿买菜，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演出的时候，我爸爸刚好又在那里卖菜，啊？被跟踪了，曲艺队的人说，为什么一直是这个菜啊？这3个月一直是这个菜。天宇，你说你们家有那个灶，那你们以前家也在农村啊？对啊，我家就是农村的呀。是吧？对啊。那你种过地吗？种过呀。哦，那你应该是我们这里面最有经验的人。是啊，这个我还可以有经验分享。这是就这样撒上去是吗？就这样撒上去？对对对，我也不懂。我就问天宇。对，这样撒啊。对。这会不会太近了呀？这会不会太近啊？这样会近吗？这样会近吗？不近。不会，天宇以前种过的。好，听你的。不是在下面吗？都可以，下面都可以，没事的，可以。马天宇说的可以。大姐，天宇以前专门种这个的。专门种这个的。马天宇，如果我们这次种不了，全是你的原因。对。我真的是。留不了脸的狗头啊。不要一直挑人家，马天宇懂的。他们刚刚那边的你看看，你管你们那些，我跟你讲，你们不要挑这边，马天宇松的土绝对是没有问题。那你们刚刚谁又说他晒了太阳就站起来了？马天宇说的。没错。我乱讲的。哎呀，这个谁弄的？这个根还在外面啊！谁啊？天哪，还在外面！你们谁弄的这个？根还在外面呢、啊。那边不是我。你看，朝那边的，我想一想啊。你，我是在这边的。马天宇。啊，马天宇，是不是、啊？马天宇和林心如。没有，我在这边很久了。马天宇和林心如联手弄的那个。没有。但是我倾向于是林心如，因为马天宇是绝不可能出这个。那姐，你刚才一直在跟我说你爸的事情，一点都没有。走动，我哪里有问题？我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不是这几个，它是没有，已经没有根了。他们说放到这里可以直接成为那个叫什么肥料？真的吗？对对对，放的啊，当肥料。对，这个当肥料。哎，我告诉你，他弄的全都是当肥料。那边也播一播。哎，这排全是我弄的，打响了。哦，这只有肥料，没有菜。对，你别把叶子埋进去。根还在外面。马天宇脏了，你看。马天宇，你出来。马天宇打了。埋进去。你不能质疑马天宇。你到底真的有没有种过田？我累了。他们都在说我哎，就是说你们怎么应该挑马天宇的错呢？没事，你俩差不多，你们。
马天宇他说的都是对的，按照马天宇的做。马顾问，马顾问，我不说话了，听马天宇的，我不讲话了。我要晕倒了。哇，你满身汗，洗了个澡一样。谁啊？蜜。哎呀，我今天汗就汗，我必须把它种完，汗都吃到嘴里了。感觉真的人多干活很快，很快呀。但你想想，我们才这么小一块地，都要弄这么久。其实我觉得可以有一块地方是这棵菜是我种的，它有我的一个署名，有这个菜的一个意义，把它赋予生命，一切都活起来。美好农场后续也可以自给自足，用我们民宿自己种的菜做饭给客人吃，让客人们尝到最原生态的味道。美好生活啊，其实就是像把时间慢下来，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的感受，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脚好酸，要不要我来？好，你来。好吗？哇，这一路还是颇有成就感。哦，这谁收的玉米啊？ Ada， 哇酷，不如今天我们弄一些吃的，全用我们今天拿出来的东西。可以，我把这个弄回去。哎呦，那个湖上起雾了，好漂亮啊。哎，我再带你们去那个湖看一眼，好不好？好好好。娜姐，我想吃河虾。好，我们去看一下。我马上，给我一分钟，我把这几颗摘了。一分钟，要浇水，我们俩去找找看。走。那我们三个浇水，你们去。没事，去吧 ，OK 了，这都可以了吧？我开始种，再见。See you。我干上瘾了，来吧。哇，这个好硬臂力啊！这会长肌肉哎。哎。哎。累死了吧？哎。我趁这会儿赶紧把煮几个玉米在里边。哇，你手好快啊！都已经把它给摘了。嗯。这很香，我特别喜欢闻这个，这个玉米的这个香味，哦，特别香。对，生生的那种香味儿，你直接把它放锅里吧，就直接把它蒸掉，是不是？对啊，我们就回来，我们就可以吃了就。这再出不出去了，还走走走，出去走吧，先走吧，你赶紧去了，夜天黑了。那我们三个浇水，你们去。对，你们去吧。Let's go。哇，到那个水库了，抓虾子。你们是明天走吗？对，你们一定要来看一下。好。哇，天哪，还有芦苇荡哎！哇，哎，这条路也好棒啊，感觉。对啊，就是好美啊，这条路。那个就是水库，刚才看到上面有雾的那种。对。哟，嘿。嗨，你在跟谁分享啊？十七光年，我们的美好生活，下节更精彩。十七光年，我们的美好生活，现在继续。这里是十七光年冠名播出的《我们的美好生活》，十七光年丽苏组合，自由调饮更出味。我们的美好生活鲜活奶粉推荐官君乐宝奇智鲜活奶粉，奇智鲜活奶粉保留更多天然活性蛋白。哟，嗨，嗨，你在跟谁分享啊？没有，是录影。马天宇，变坏人了。变坏了，这好漂亮啊！这边，你又在跟谁分享啊？我在跟想分享的人。啊，对。美好的事物就是要分享。但这里真的好美啊！你看这里感觉很舒服哎。嗯。没事来溜达溜达也挺爽的。波光粼粼。洪湖水浪打浪。我们在那儿打电话用美景把你们骗过来，结果除了一天的地。我们不 care， 我们很开心。对啊，
有这该死的温柔。把你摁到这个这里面去，当你接受它就好了。以前有人一唱菠萝菠萝蜜，我就好、啊，后来我接受了，我融入了，我享受了，我享受了，我享受了。啊，舒服。哎呦，真的是好看哎，好爽啊！太美了，真的太美太美，真的好美哦！哦天哪，我想起炸河虾，好香啊！走走走，我们到那边去买，我们他们都喜欢吃炸河虾。我们从这里下去哈，那我们就从这第一排开始吧。好的。哦，你来了。重到爆炸。叫这里。多喝点水，茁壮成长。快给我长大，肥肥白白。还真小猪，对啊，它小小的。这片是我种的，你这个看起来比较健康，真的，感觉它在向阳生长。你们要努力啊，全靠你们啊，证明我的能力。好了，呀，哇，确实不容易啊。对啊，呀，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吧。哇，这有十块啊。我们弄辣椒吧，坐下来慢慢一个个挑出来哈、啊、好过来。嗯，挖了剥辣椒。嘿，走。那么厉害，果然是一个男人。你都搬过来了吗？还有吗？没了。好，辣椒蛮好种的，我们家那个也自己种这个小辣椒、嗯、对，我也很喜欢种辣椒的，很好长。哎，大姐家里种了多少菜？有哪些菜？香菜是最难种的，香菜啊，嗯，而且很快就臭了。你很喜欢吃香菜啊？我好喜欢，鱼腥草我也可以，我可以整一碗白米饭就直接配凉菜，对，直接配，就像薄荷叶生的会好吃一点吧。越南菜啊什么的，你就会放在那个那个米粉里面嘛，粉里面，粉里面放薄荷，对啊，真的，对啊，也放的。那我没吃过放薄荷，也很香的，也可以吃的。我饿了。哇，六点半了耶！他们是去帮我们买饭回来了吗？嘿，姑娘好。他喜欢吃河虾，煮河虾他喜欢吃河虾了、啊。哇，哇，还有小鱼。那现在能帮我们炒吗？可以，可以哈、啊。你帮我们炒一下，好吗？谢谢。好香啊！对，炸的脆一点。真的好香哦。全部一起分，是不是？可以分。就是干。你感觉你要把这个锅给煮漏了都？对，多炸一下，慢慢先炸一会儿，没事的，可以不用翻那么勤。香。还没放盐是不是？先放一点点盐吧，让它那个味道进去，然后再撒那个料。香。放那个，对，里面加一点醋放在这里哦。来来，搞点搞点醋来吃。葱，哎，对，最后放点葱。哇，这个很香。天哪！看着真想吃，给我弄一个小的，给我弄一个小的，让我尝一下。小心烫哦。很烫，烫，烫，烫。而且
味道也刚刚好，好吃的。这个虾是，姐，下次又到你这儿来教我们做菜，好不好？嗯，好，走。谢谢你哦。还想吃一个？来，搞一个。我今天在那边体验了一下，一到这边就可以看到啊，最原生态的东西，这个是我觉得最可贵的。看，着皮，水里煮一煮，很好吃的。到这边来，我觉得就是感受当下更多一点，调整你的节奏。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会觉得哇，是好向往的生活。怎么会这么香？我的天哪，要了命了，真的忍不住。要了命了！现在插一口什么？插一口十七光年。真的。嗯，搞不得，搞不得。就忍不住就一直想要去吃它，就停不下来。我不行，但是我就想抓着一盘子到嘴里。大陆这个嘴可以，直接让你没了。开一下口，没有了。凉凉。怎么啦？是不是很开心啊？哎，让他们尝一下。哎呦我的天！摔一跤，然后就没了。摔一跤。呸呸呸！不要救我！这是什么呀？超好吃，河虾。超好吃，好吃好吃。再来一个。你在干什么，凉凉？我在弄晚上的佐料。熟了。什么啊？玉米好了，玉米好了。我把配的。太甜了，太甜了。哎，好甜啊，好吃好吃。好吃吗？那玉米？好甜。哎，好甜。超级我尝一个。那么夸张？惊艳你那个。嗯。好吃，好吃呀。这个是娘娘掰的，所以很甜。说得好，我现在喜欢你了。我不再讨厌你了，我突然间觉得你说话挺好听的，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这该死的温柔，真的是该死的温柔。我刚才那个都没有吃的很完整，那个玉米，我前一个玉米是大陆吃剩下的。什么？我吃的第一个是你啃过的。对对对对，他啃过了，你想想还能剩多少？没几口了。哎，你们有没有吃那个小鱼？杨迪，你吃了没？小鱼儿吗？昨天吃过了，餐厅烤的。赶紧来来尝一口，尝一口，我们刚刚炒半天。好吃，好吃，快去尝一下，到这个好吃，不允许有人没有吃过它。我来感受一下，哇，这一看就好吃，好吃啊。嗯，我们四个人联手做的，这么个菜，四个人联手炒，四人联炒，对，我们串烧炒一个串烧，大一碗，对不对？很下饭，哇，辣椒还有点辣，嗯。想不想吃西瓜？好啊。我去切一个瓜，切瓜吃瓜。哇，切的谁切的？切的那么好看，真的切太漂亮了。我切的，我最喜欢切这种一口瓜，好棒好棒，爽不爽？不伤脸。对呀、啊，而且也不用就不用咧一个大嘴。对对对。抱歉、啊，大陆这瓜有点小了，还对你来说，给我坐着。我露出了大陆笑。我感觉那个柴可以高走，拿开一点，对，哎，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味大熏，很熏哎。你们有没有测过那个 MBTI 啊？什么意思？哦，你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对不对？什么人格？因为录节目的时候会碰到有些人看起来特别外向的人，其实他很社恐。我就是。是吗？我社恐哎。你别做出来 I 人，我们下巴掉了。有一个链接发你们，我搞不懂，有些题都读不懂，有些题比如说你经常交新朋友，哎，第一道题呢，为什么这怎么说呢，我在工作中肯定是会经常交的朋友，但是平常生活中我在家里就一道题就聊得这么的，所以就不好一害二，这种对于我来说很难。嗯，你们做完了没有？快了，我做完了。我做完了。你是什么者？我是什么姐？主人公。主人公。你跟我一模一样哎。哦、哇，你绝对 I 人守卫者。哎，我是那个守卫者。你俩一模一样是吗？一模一样。所以你俩朋友？
我是表演者。表演者是什么？当演员，好演员，表演者。啥意思啊？我是调停者。调停人干嘛的？负责吵架的。我搞不懂。你会避免打电话？呸！这道题他还要思考。你会避免打电话？呸！直接反对。打电话我语音，我视频啊。哦，比打电话还过分。电话王。你经常花很多时间试图理解于你，也不花很多时间。娜姐做这个题每一句话都要理解。你经常花很多时间试图理解与你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尽量不让别人难堪，其实这完全是他们的错。你都是尽量让人难堪。也没有尽量，但是没有那么困扰。那就这儿。有的时候会想一想。真的。但也不多。这个呢？我搞不懂，我看不懂。你是看不懂？对，他很纠结。你为什么要问人呢？我不会双，我有点不会双重否定。娜姐，查看结果，你肯定是艺人。表演者，你跟王大陆一样。我跟娜姐一样。啊，一样的，一样的。王大陆，这也是你的。表演者，你也听听。表演者喜欢聚光灯，全世界都是舞台。许多具有表演者性格类型的名人确实是演员，他们也喜欢为朋友表演。这个哇，100%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大陆也喜欢吗？为朋友表演，好准啊！哦，相对来说，我外向71%啊，少了吧？你没有到91%，我都觉得少了。哎，你们都怎么能做到，就是在台上就那么的浮夸，然后去？你怎么做到呢？一说话就把我们得罪呢？这个一点不像是夸人，好真实。不，我没有说不好，我只是觉得我很佩服。我就是喜欢给朋友表演。自信吧，还是得。我跟你说，我是真开心，很爽。你们这力量哪儿来的？我真的好想学习，我永远这套我来不了。别学这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做你自己多好。不是，我特别佩服你们，因为我从来不会。孙悟空，你现在演。我不行，我就那边。你试一下，你佩服就要试，你现在就站起来，该死的温柔。没有。唱起来。我觉得我这辈子都做不到。你不喜欢在台上表演吗？我只喜欢正式演出的那种感觉。我也是这样。对呀、啊。正式演出。我是可以的。像我那种在地里、像我那种在地里田地里突然跳起来的。我们也没有什么正式演出的舞台，知道吗？这个也是挺难的。我给你们拿冷吃牛肉。表演者来了。表演型人格总有克制不住的分享欲，故事的发展千变万化，故事的开始千篇一律。比如说，因为我离开那个飞腾以后，我当时不是一直在演丫鬟吗？方世玉，那演方世玉呢？那张卫健记得你啊？那时候记得呀，现在我也我那天给我有一个做服装的朋友是香港的，他叫 Dicky 啊 Dicky， 然后我就说 Dicky， 我现在在什么什么店里面 ，Dicky 回过来，你在哪里呀？我听的也是香港话，过了一会儿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奇怪，然后我打电话过去，我 Dicky 啊，你是哪个 Dicky 啊？还有哪个 Dicky 啊？我说我是 Dicky 啊，你是哪个 Dicky？ 张卫健啊，他都要晕倒了，太尴尬了，太尴尬了。但他人很好，他说，好，那你还要去哪个地方买呢？我到时候看我这边有没有打折卡嘞。他硬要给你弄打折。好的好的，就说你在哪个店，直接问了，拼了。后来你打了折了吗？打了两次折，两个 Dicky 都帮他打了折。那这中间有10年没联络过吧？有。他回你的时候，其实心里可能也想了一下。大概真的，但他人很好。可能想了一下，娜姐做得出来这种事儿，可能。真的很多尴尬的事情。我还有一个，我在那个
我在美国去的时候不是去上学吗、嗯、上学的时候就有一个胡大哥，他是美国的朋友，有一年春晚我看到胡歌在那个电视上面，我给他发了一个，我说哇，我说在春晚上看到你唱歌了嘿。他说我可能不是那个胡哥，我是胡大哥。你少写了一个大是不是？你是写胡哥，没看到那个大。好尴尬，好尴尬。我很多很多这种尴尬，就张伟健给我服装间打折，但他的普通话很好的嘛。那个 DK 普通话也好，那是比你是普通。哎，对了对了，不用比来比去了，做人不要跟人家比，比自己的。我有进步对吗？有，你这两句讲的可以了，可以了。尤其是你，可以了，麻烦你哈。来到这里之后，我会跟真的会感觉很放松，就又有朋友在，然后包括环境又非常的好，也真的非常的美，所以让你整个人身心愉悦。我觉得好像家人哦，大家可以感情这么好，然后大家玩在一起，给人很自在放松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在这里还是很舒服的。明天见，好好休息哈。你们好好住一晚就知道感受了，你们两个人。好。大清早，让我们一起来跳起尊吧，锻炼锻炼身体吧。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充满热情往前走，拥抱大自然。这个动作太好了，深蹲。拥抱大自然，完全跟不上。扭出小蛮腰，呼，迈，呼呼，绕喊，呼呼，呼呼，嘿嘿，嘿嘿，嘿嘿，啊！我怎么感觉我们像老年团那种广场舞大妈，对对对，大爷大妈，嘿嘿。救命！啊，我命都快没了，好累啊！还有几分钟？还有三分钟。三分钟！走，受缚，又来，马上结束。还不结束，我的命就结束了。哎，我生命也结束了。我整个人结束了。努力。加油！看你了，杨迪。团监，现在太多人休息了，放我的直拍。快快快快快快！快起来，快起来，家家都张灯结彩。我也有成团梦。下一季披荆斩棘哥哥，海选就没过。带个假发去乘风。乘风找我会不会太奇怪？啊，我坐在游园船没问题。棒！给自己一个掌声。热情的尊巴舞承包了一整天的快乐，但是快乐生活过久了，也许会滋生出一些整饰基因。美好生活民宿第一次吐槽大会即将开始，走，坐在阳光下去。哇哦，哇，真的是阳光。走，烈日下坐会儿。我要坐在没有阳光。先到先得先坐。你们两个跑真快。年纪大嘛，能不能晒太阳？而且生个孩子不能晒太多。聊吧。开始聊，正好是吐槽你们民宿的事儿。最后这一下可给我上劲儿了。十七光年，我们的美好生活下节更精彩。十七光年，我们的美好生活现在继续。这里是十七光年冠名播出的《我们的美好生活》，十七光年丽苏组合自由调饮更出味。我们的美好生活鲜活奶粉推荐官君乐宝奇致鲜活奶粉，奇致鲜活奶粉保留更多天然活性蛋白。盲盒月月开好礼，带你现场看综艺。动感地带芒果卡邀您观看《我们的美好生活》。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我们的美好生活》，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互动。开始聊。开
始给我们一些批评改进的意见。我们这次聊天呢，不夸，优点我们都知道。我们想进步，所以我们想听听吐槽的声音，这样我们才能进步。不是吐槽，是改进的意见，就是吐槽。好，先问大家昨天睡得好不好？那个小马哥他说一点都不好，因为他是不习惯旁边有人，不代表我们民宿不舒服。哇，一就开始反驳了。李丁，你最想，你最喜欢吐槽？我什么叫最喜欢吐槽？当然我还是要有说的啊。一个杯子都没有，房间里面只有一个漱口杯。啥都没有，漱口杯不能用吗？能用啊，我喝水也用那个，太环保了吧你们这儿，挺环保的，还提吗我？提提。房间没有热水壶，想喝点热水必须得出门。你走两步不可以啊？不说了，拜。我觉得我们还是虚心接受他们的建议吧。然后我们去地里干完活以后，对，房间容易就弄得巨脏。我们要准备拖鞋。有房间有拖鞋。房间有拖鞋啊，那你怎么不换呢？哎呀，有的是仓促，怪我怪我。客人，那你客人，你别把你自己的不好的习惯弄到我们，说我们软件不好呀。我什么时候可以走啊？你们是自己带毛巾出来哈、啊？每次都，我都是用那给提供啥用啥，好多那种白屑。没事了，什么东西啊？你为什么不自己带浴巾呢？我因为我到哪儿我都懒得带那些，我不讲究。好脏啊！你就我还脏，他们家的掉屑我脏。但的确可能会没有带的客人，我就是。肯定你来三天两夜，你不会想带这么多东西，是不是？这个不应该客人来带的。对，不应该。对吧？不应该客人来带的。毛巾我先洗过的话，就不会有那些白屑屑了。未来嘛，所以你们希望来到像这样子的一间民宿，能够得到什么样子的服务，会让你们觉得最舒服、最放松？我自己可能因为来到这种地方，还是想要自己的空间吧。嗯，确实你们经常不在，很符合我们的诉求。没人哎，联系不上这个民宿的主人。真的没有人来迎接我们吗？人类老板，人呢？正常的民宿应该会有一个人迎宾，至少迎宾员嘛。我觉得确实是不太好。对对对，大堂没人，联络不上。还有呢？饭点啊，或者就有可能需要有一个人在那种茶水间或者怎么样的，就是。知道去哪儿找他？大堂服务吗？激动人。这里有一个人，然后经常可以弄点咖啡，然后冲点茶。对，而且当地村民这儿很多的，是我觉得自家的菜弄一弄也可以自产自销了。你说的很对，我觉得刚刚跟杨迪是一样，我希望来到这儿不需要被打扰，你只是告诉我哪个是我的房间，然后大概几点钟吃饭或者点点菜什么之类，周围有一个什么环境，你交代完三五分钟交代完完事儿。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跟着他们在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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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但真正的我自己的放松的那个时间是没有了。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可能更喜欢独处的空间，可能我更需要多一些。我就是要陪玩的人。那你们可以安排你们自己，比如说。两点啊，有个活动，四点个活动，所以你知道规要民宿主人帮忙规划活动，对，然后我们自己去报名，你睡觉的睡觉，我们要去的去。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自媒体更多一些，你们少一个网红打卡打卡点，对啊，我们上次也说了打卡点、啊、对，说的对。我觉得我们做一个牌子，就是有点像路牌一样，叫我在美好生活很想你。好，哎，你们会在楼上再建一个就喝水啊，就是那种二层那种透明的玻璃，二层那个顶可以用起来，自己种一些花盆，这可以带回去的。哎，挺好，移植自己的一个菜。哎，这个好哎，那路很棒哎，这个很棒哦，这个给记下来，这边记录，布置一些小石头啊，生态，对对对。对，很有纪念意义的。对，我很荣幸来当这次试睡官，跟大家一起玩，然后去把这个民宿可以开发不知道几点零的版本，可以越开发越好，然后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我当下来感受到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感觉很放松。当我走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哇，写诗啊！他真的好能写。哇，还有藏头诗，藏头诗美好生活。美男曾来过，好事做很多，生命永不息，活着真快乐。美男杨迪。
打醒我。我希望很多人可以来这里打卡，体验跟我们一样的感受，把美好的回忆带回去。时间慢一点，美好多一点。爱大家。酿好了。这什么东西啊？甜酒酿。我们弄点那个米酒吧。煮好了。啊，少量多次。撒什么魔法粉呀？压实。哦，用在袋上。我们弄好了。温暖的地方。大家一起用这个杯子，干一杯，我们。好香哦，这个酒它是甜的，甜甜的，自己做的酒酿哎，我跟心如那天买的，好喝哎，真的好好喝，很好喝。拍照。那我就走了，朋友们。那姐，下次再玩，下次再玩。没事，我自己来。把你送出去嘛，哎呀。走之前再看看我们种的菜地。对，看看你的地。这个跟来的时候的那个镇长好不习惯哦。来的时候这空的简直了，那不是我们不在吗？哎，我们怎么两天都不在啊？哎呀，我好不舍得啊！拥抱，怎么有点难兄难弟的感觉？拥抱的没有，真的很舒服。拜拜拜拜，么么么，拜拜拜拜。来，你知道要去哪儿吗？你就这边有人吗？叮咚，哎，这个人拱开了呢。Hello， 哎，你就自己这样从外面走进来的？对啊，自己走进来的。我们又没有接他。这的老板以爱睡觉闻名。哥哥，是你们那个实况音乐会那个对不对？你认识我吗？闻到了杰哥的味道。快乐的感觉。你要不要试试当抽签？把门窝下面吗？臣妾该死。自己去宰一下，那种满足感很难说的。你确定你不是骗我摘报？没有没有没有，那老叫你过来减压的，一天挺不容易的。你是恋爱脑吗？我是恋爱脑，拿着手机又想发给他，然后又打打又删掉，然后不小心发出去了。不是一谈恋爱，不是一谈恋爱，那可能是一结婚，那得有人想娶啊。在于你要不要嫁了。好，李亮老师，老师你是这边的负责人吗？我算是策展人之一。天哪，你是院长啊！哎呀，失敬失敬。我女儿她太喜欢画画了。对啊，我女儿也喜欢画画。你要加我呀，你是院长啊！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好久没见了。十七光年，我们的美好生活下节更精彩。十七光年，我们的美好生活现在继续。我们的美好生活每周四22点芒果 TV 上线，每周五22点湖南卫视播出。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我们的美好生活，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互动。